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再次参加圣淘沙卫理公会的线上主日崇拜。诗篇86篇9-10节，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寻找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扬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在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越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在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越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在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在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在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在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那慈爱双手在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
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亲爱的，祷告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跟随你。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圣诞节就在眼前。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经约翰福音16:33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那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赐给我们有生命的盼望。阿们。在此和传道恭祝每一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又新年蒙恩。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2020年就到了12月份，也是到了几乎今年的尾声。那我们心存感恩，主保守我们一整年的脚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圣灵奇妙的引导之下，脚步安稳的一步一步一脚印跟随主的脚步，他保守我们平安，阿们。那今天何传道要分享的主题是寻找人生的定位，经文起自于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阿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谦卑在主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借着你真理的话，圣灵的感动和指引，让我们谦卑的学习。特别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更要在你的面前自我审查，透过圣灵你触摸我们内心，让我们所行所做的若有亏欠神的荣耀。求天父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功劳，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再一次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天父，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弟兄姐妹，接下来何传道就来读这一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弟兄姐妹们请聆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阿们。这是保罗写的这个哥林多后书一处的宝贵的经文。保罗非常的这个用心，和在他的人生的经历里面，他向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周围的信徒们，传递了这一个宝贵的这个信息。保罗他写这一处的经文，始终有一个指向，就是生命的贫穷指向生命的富足。在当中，保罗强调关系资源上咒诅伤害灵性上的层面，使到当时的信徒们，他们在一个混乱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的心得以安稳，不单只是安稳，更有一个富足的生命。阿们。那在何传道要讲这一堂道之前，那何传道在祷告中寻求圣灵的指引，那在过程当中，何传道经历到今天要用
透过这一处的经文，并且透过十字架六个面向，英语是 six dimension of the cross 来去深层的来去分享和讲解这一处的经文。阿们，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那十字架的六个面向，就是我们看到这里的十字架嘛，阿们啊，它有前面的面向，背后的面向，阿们。它有上面的面向，有下层的面向，它有左边的面向，有右边的面向，阿们。那从这一个这个图里面，和传道赏识去表达十字架的六个面向，阿们。因为科技的发达，以前我们是画图画或者画图是一个面向 one dimension， 那然后我们就进步了，我们到 two dimension， three dimension， 甚至 four dimension， 更多的 dimension， Amen。 因为电脑的这个科技的协助，说一个图一个画面它可以表达多个面向，阿们。那这里和传道也再一次的赏识来表达十字架的六个面向啊，特别我们在寻找人生的定位所要带出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啊。那这个十字架它在一个黑暗的处境里面，但是显出它的光，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黑暗不能够胜过光，光要在黑暗中。主耶稣更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阿们。因此你看到十字架有个红色的心，在十字架的中心点，那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价值，阿们。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的上面有一个义，那个就是义表上帝。那我们在十字架的左边和右边，我们会看到二跟三，那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这个下面这两处的地方，就是在心的下面，就是心和心的内层的一个表达的方式，阿们。神看重我们的心，我们心深层的表达的内在，是神他亲自要引导我们，阿们。就是事跟物，事是心的一个呈现，物是心内心里面深处的一个呈现。那最后我们看到十字架下面有一个六，阿们。这个六就是我们的信仰传承，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阿们。那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这一处的经文呢，这个保罗是写这个哥林多书信
给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周围散居的这个信徒。那保罗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教导的指向，就是不愿意看到弟兄姐妹们处在一个心灵贫穷的这个层面，因此保罗要引透过这个很实在的这个经文，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要从这样的一个贫困的这个身心灵或者生活处境的当中，保罗要引导这些弟兄姐妹走向富足，生命的富足，生命的丰盛的一个指向的目标和盼望。阿们。因此在这个经文里面会带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阿们。那我们的贫穷不单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在资源上和金钱上的这个富足都是重要的。阿们。经文带出两个重要的这个用词，就是富足和贫穷。那因此在这里何传道就透过今天的经文，特别是这个富足这个定义啊，何传道把它一一的这个表达出来。阿们。那我们要富足，基本上我们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现实的，这个是无可避免的现实。弟兄姐妹，富足必要实践的一个行动，就是我们要以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的联系，来达成一个生命的富足和关系上的和好。阿们。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富足它是从内心引发出来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内心。阿们。那这种的力量它不是自有拥有的，而是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从上帝那里支取属天的智慧，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和实践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生活的当中。阿们。这个连接呢是以在上的智慧连接，所以信靠耶和华的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因此这个连接不可少。那我们必须谦卑的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和指引。阿们。那因此我们首先富足是离不开人的关系，这个富足却是一种内心的引发出来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又不是自由自己拥有的，而是要连接于我们的上帝而得到这一个的智慧，从而塑造人的人生的一个塑造，而成为我们必经之路的一个路程。阿们。所以富足是有那么多功课要学习的，因此保罗说，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原本是富足的，因我们成了贫穷，因他的贫穷他要使我们富足。阿们。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阿们。神的奇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必然成就他那美好的应许，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它的过程挣扎和挑战，那当我们愿意有一颗顺服谦卑的心，
在神的话语透过这个圣经的亮光引导我们继续的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朝向一个富足的成长的方向，阿们。相反的，贫穷是徒劳无功，并且在原点里面一直的在打转，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要进入迦南美地那一个过程。那上帝的旨意乃是要他的子民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也是代表在这个国神的国度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他要你和我在他的国度里面经历他那丰盛奇妙的恩典，阿们。虽然处境有困难有挑战，但神是信实的，我们仍然能够在这一切苦境的环境的当中，仍然能够经历到神奇妙丰盛的恩典，阿们。那贫穷乃是内心里面的一种的瑕疵，咒诅自己的行为态度思想等等结合而成，因此就会在这个人的生命的原点一直的打转，跨不出这个框框的这样的一个框架。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论里面的原则，就是救赎的恩典，我们又能够如何靠自己的力量来胜过呢？求主帮助，求主引导我们，阿们。十字架的第六个面向，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原本是富足的，却要为世人承担贫穷，因此这样的一个贫穷要赐给世人富足，阿们。就好像我们看在这个图像里面，世人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只要我们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愿意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阿们。以下和传道要做这个个人的这个生命见证，就是信仰的传承。那何传道有这样的一个福分，为自己的孙儿来洗礼啊，特别是在这个今年他刚好一岁，那仆人有这样的一个福分，亲自为自己的孙儿来洗礼，献上感恩。这个孙儿从小在母腹里面，就是我女儿的母腹里面，因为母亲的这个忠心的服侍敬拜赞美，那因此这个孙儿呢，从他幼小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对音乐有节奏感，阿们。那这是孙儿，我的孙儿一岁的这个生日，在教会庆祝，是何等感恩的一个画面，阿们。那孙儿现在是一岁过两个月，他竟然能够认识这个 ABC 的这个 alphabet 26个字母，他能够完全在他的记忆里面分辨，并且能够清楚的表达，当你问他的时候是何等的感恩。这一切都是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奇妙的恩典。这样的一个富足的生命，不单只是在何传道的个人生命里面经历到神这种奇妙的恩典，更透过
啊，这个信仰的传承，自己的女儿女婿他们也同样了经历到啊，耶稣基督所赐下这个富足和奇妙的恩典，现在传到下一代，就是孙儿，也同样的经历到上帝奇妙丰盛的恩典。阿们。那身为神的仆人，何传道何等的渴望啊！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在耶稣里面得着这样的一个丰盛、奇妙又富足的恩典。阿们。愿主保守带领赐福你们。我们何传道从小是贫穷，但贫穷不能够辖制和捆绑一个人到永远，那因为我们的心向耶稣基督敞开，因此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那许多的恩福临到我们，虽然在过程有许多的挑战和困难，但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经历到他奇妙丰盛的恩典，他的祝福是满满的，是多又多的。阿们。十字架第六个面向就是信仰的传承，和传道挑战你将这个宝贵的福音向下一代传承，不单只是下一代，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周围的同事都同样的要领受这样的一个恩福。阿们。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来做出一个的神学反思，特别今天的这个主题，寻找人生的这个定位是何等的重要。那透过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让我们从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六个面向来制定或者提醒我们如何去实践一个信仰的实在的生活，让我们无论在一个贫困贫乏的处境的当中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经历到神的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富足。阿们。那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因他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阿们。这个是宝贵的应许，让我们紧紧地抓住。那这一处的经文终极他要带领我们去思考，一个生命的贫穷不是最终的答案，乃是一个过程。那这一处的经文再一次的指引你，指引我要朝向一个富足充满着盼望的一个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的福分，在关系上我们得着更丰盛，当这个关系和跟我们的上帝的关系恢复和好，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荷，让我们从中那从一个贫困被生命被复兴成为一个富足的生命。阿们。因此我们在无论在资源上金钱上都被蒙主的这个恩典的祝福，让我们经历到身心灵得以平安，那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阿们。在这里和传道要带着祷告的权柄和祝福的权柄为你和家人来祝福祷告。阿们。这时候凭信心领受牧者的祝福。天父，你今天要引导我们，主在寻求人生的定位，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帮助，你的应许永不改变。天父，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着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来祝福来祷告，求天父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六个面向的指引，以至于我们能够从贫困中脱颖而出，引导我们走向你的富足，在你的国度里面经历到额外的恩典和祝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你亲自的来赐福于你的儿女们，更多再多，多而又多。这个天国的福分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在我弟兄姐妹的人生的旅途中有张力，有挑战，有困难，但你始终要带领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走过这样的一个人生旅程，能够坚定地依靠你，因为这个福分是永不改变的应许。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垂听仆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圣餐。在家中的你们，请按照牧者的指示来领圣餐。认识上帝经文，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荣耀归于至高至处的上帝。上帝是光，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全然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荣耀归于至高至处的上帝。上帝是全能，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荣耀归于至高至处的上帝。上帝是爱，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主为我们舍己，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荣耀归于至高至处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宣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里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圣餐邀请文，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圣道。
就当存信心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恭敬地跪下，谦虚地忏悔，领受这圣餐，得受安慰。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即悔恨我们种种的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上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谦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行为，无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圣子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的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尊奉主有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金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完全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一切罪孽。他又设立这个圣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
现在我们恭敬父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以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业的血，为你们众人免罪流的时候，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慈悲的主，我们来到主的圣座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我们就是摄起圣座下的灵税也是不配的，唯主永无更改，常是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以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里面。阿们。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身体，你们拿这个吃，纪念耶稣为你受死，应当以信心领受，并且感谢。”我们一起领受基督的身体。耶稣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你拿这个喝，纪念耶稣为你流的血，心里应当感谢，凭信心领受。”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卑微的仆人，行这圣礼，恳求慈悲的父接受我们的赞美和感谢的祭，又虔诚求主赐恩，叫我们和前教会的人借着圣子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功劳，得蒙赦罪，而得到他诸般的恩赐。我们现在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领受圣餐的人足足的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言不配来献祭遗嘱，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七七的自诚，
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受纳，不要计较我们的过犯。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凭信心领受牧者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Amen.